来，走开，走开！大家好，我是老霍，今天我来果园里建个小房子，留给我的鸡鸭来住。这里面好多的草还有昆虫，现在我就开始建造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昨天晚上堂叔过来帮我和我一起把这个洞做好，还要绑好，虽然是简易一点，但是鸡鸭在里面住没问题啊。他今天没空，叫我直接把这个木头放上来就行了，把这个绑好固定好就行了。现在我先把这一根木头下面的把它放在这里绑好，再放到第二根，这样放去。好了，这个框架已经建好，试试看。哎呦，蛮结实的。可了，现在就放彩钢瓦上去就行了，把它固置好。下面就铺平，还有围，这个四面就可以把我的鸡鸭拿来这里。这里果园里好多的草，你看。这个是之前我买的彩钢瓦，拿来做别的，后来也不用上了，这个可能不够，
要去镇上买。这个好方便啊。先把它放上去，看还差多少。一个小家就做好了，这只能给那个鸡鸭避风雨，它下雨的时候，打雷下雨的时候，太阳大的时候，它不被雨淋，特别是鸡淋啦，雨淋太多了，它也容易生病，所以做这个是给它的暂时居住的。可能我看还差这个彩钢瓦，可能还差2块这样就够了，不够了，我也去镇上买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老霍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喜欢老霍的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